天门特大桥。天门特大桥位于贵州省六盘水，跨越北盘江大峡谷，桥高560米，是世界第二高悬索桥。大桥主跨820米，主塔为钢筋混凝土桥塔，主梁采用板横结合钢横架，两岸均为重力式锚顶，引桥采用40米梯梁，悬桥长1553米，峡谷两岸绝壁，形成天堑，正如两岸青山相对出的天门奇观，天门大桥之名由此而来。大桥的景观主题为开门见山，表达了开放通达的寓意。门的含义是山水贵州的欢迎之门，也是提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之门。车行桥上，每一次过往来回都如同穿行在山水画卷之中，更能感受到贵州桥梁技术开放创新的科技力量。单曲大跨高墩桥的美学设计主要体现桥梁宏伟气势及结构美，桥塔采用门形塔，塔柱挺拔笔直，如两岸青山对峙，塔顶曲线为牛角造型，体现了地方文化特色。大桥的主缆及钢梁上下弦杆采用秋意橙作为标志色涂装，与丹霞地貌环境色相呼应。天门大桥，见青山，意见未来。